吴奇，哎，来进来吧。干嘛？你看到了吗？什么？这里。怎么了？黑眼圈呢？我休息不好，我睡不好觉，你不觉得愧疚吗？你每天晚上都要连续睡12个小时以上，中午还要午睡，好运气都没能睡。我是孕妇啊，孕妇就是爱睡觉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再发出那些叮叮当当的声音吵我睡觉，别怪我拉屎不催我。哎，对了，你最近在地下室都捣鼓些什么呢？不会是照相馆开不下去，改行做木匠了？你太娇气了。我娇气？我是孕妇，孕妇就得这么娇气啊？当然啦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谢谢啊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怎样？来，早知道我就早点来，让你等那么久。我没那么娇气。喝破水。嗯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给你开啊。徐幼仪，这儿呢，来进来检查。躺着。饿不饿？不饿。你不饿，宝宝都饿。给你检查一下。嗯。你来试一下，都能听见心跳了，还特别有力呢。回家一定要多注意。嗯，谢谢医生，我会小心的。好。嗯。王杰，嗯，进来吧。好。慢点。嗯。来。走。呀，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，这么快？给。哇，干嘛对我这么好？刚才还说我娇气呢。你等一下，你过来。干嘛？听听我肚子。那么小的肚子，什么都听不到。我又不是呆子。你以为我让你听什么？我说我肚子咕咕叫呢，你买的东西特别是时候。哎，慢点，慢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别动了胎气。没事儿，我坐着玩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想跟你谈谈。非常抱歉。道歉的话，
你已经说了很多次了。是的，我明白，你不会原谅我。我今天来呢，也不是来纠缠你的。你若坚持离婚，我答应你。是的，我成全你，你自由了。但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我想把房子留给你。当然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买房子，但是毕竟那里你住惯了，更何况你现在目前这个阶段也不适合再操心一些杂事了，对吗？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问题，我毕竟是孩子的父亲，我希望能尽一份力，也希望我们未来的孩子能在安定舒服的环境下生活。以后你跟孩子每个月的生活费我都会定期支付，请你务必要收下，这是我应尽的义务，不能因为我做错了事就什么都不做。另外，你若不反对，我也想偶尔能来看看孩子。当然，我不会阻止你探望孩子，你是他的父亲，这一点不会变。谢谢你，友谊。这个你也拿走吧。还有那些护肤品都给你装起来了，一并带走吧。这段时间谢谢你，你一直一个人住，这段时间被我打扰，一定也很不方便的。警察厅的人说白经济的身份是伪造的，他可能真的有问题，不过他消失了，人也找不到了，很可能已经不在上海了，所以你放心，应该没什么事儿了。总之，我走了，我会回来看你的。微微，谢谢你。幼姨，上车。亲爱的宝贝，希望你们在这里健康长大，爱你的妈妈和爸爸。
张爷，你觉得这花瓶怎么样？幼姨会不会喜欢？明天我一定问夫人，然后告诉您。现在她已经睡了。哦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啊，千万不要吵醒她，这些明天再收拾。好的。啊，对了，也不要告诉她我来过。知道了，少爷。您慢走。